大概右上角9分40秒，这个瞎子要死，这瞎子命有一劫，我看他印堂发黑，必有大凶之兆。一个大定住，9分40秒，刚刚好，一秒不多，一秒不少。来把法老，这皮肤像个苍蝇。捡个肥皂扛一下。可以，这波比挺老的。这把约德尔能击败，我记得我这几帧改过的呀，怎么又给我改掉了呢？这谁有 TP？ 有 TP 的赚，带点蓝的跟有 TP 的互换他亏的呀。这皮肤是典藏皮肤，问了你们也买不到啊，但是估计抽奖能抽得到啊。5块钱吗？5块钱也配叫典藏？我这个剑圣光剑皮肤表示不服啊。典藏不是应该跟限定差不多一个意思吗？典藏的意思意义在哪里啊？来杀卢香，舔他。来，走位。走走，再走再走。走，对，等你走不了我再 Q 你。他走位就等于原地罚站，知道吧？扭来扭去，我们走直线。他左一下右一下，慢慢的我们就接近他再 Q， 救一下 AD。把他推过去吧，这个蛮仔要过来了，把他打垫个刀，太贴心了这个打野，但是我感觉他补不到这个线，哎呀，应该是吃两个的。这边留个眼，我们待会要去反瞎子，他可能会镜像偷野。对，你没有听错的啊，一个阿木去反瞎子的野，我们只要6级就很好打瞎子了，打完一整套可以直接刚好把他秒掉啊。这个符能回升以前估计不能射秒，得穿插普攻才可以，丢个技能 A 一下，丢个技能 A 一下就可以了。过来。直接两级反转大过去啊！大，我把你盯住，你还不大。我被晕住了。哎我操！这一刻我人晕掉了 ，Q 眩晕 ，R 眩晕，哇！我晕了3秒，他都大不出来，怎么换我奶奶来，我奶奶都按出来了，知道吧？3秒钟反应不过来吗？我 Q 晕1秒，二晕2秒，太离谱了！这个艾克，瞎子快跑！我给他算一卦啊，大概右上角9分40秒，这个瞎子要死，我们准备好刷4了。这瞎子命有一劫，我看他印堂发黑，必有大凶之兆啊！直接大定住，9分40秒。刚刚好，一秒不多，一秒不少，老神算子了。对，人家都 一般叫我夜半仙，知道吧？算的特别的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想算什么？感谢冰炫的飞机，谢谢冰炫啊，谢谢冰炫的飞机。嗯，上车。我都不吃这个蓝了，蓝色。我有大招，这波丢芝麻捡西瓜，瞎子别过来！
不要过来啊，你死了，大定珠，再给个E，那你别过来了，你怎么又过来了呢？你们看了，他自己过来碰瓷的，这版本木木加二加强的很厉害啊，他二的话改成眩晕效果了，以前只是禁锢，禁锢加缴械，但是你还是能丢技能，现在的话你连技能都丢不了了，以前还能类似给表啊，或者 EQ 啊，我这先锋得丢掉了。哎，还要喷，哦，如果不闪现可能时间不够了，对，把小法秒了，这先锋冲来扛，你有两级反转，拉住，呜，起飞了，走呀，这艾克你在怕什么呀，你有大招啊，你藏了你再开大呀，你会不会啊，刚才就站在原地等他就行了，一个大招小法就被他秒了，我刚才不需要砍塔，你知道吧？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。这波杀我的不是这个瞎子，是这艾克。他刚才直接砍塔就行了，直接大招两级反转，直接炸一下，人头到手，脚底抹油，对吧？必须稳一点了，来本书，尊重一下对手。我感觉冲这个中单的表现啊，我们这把估计会缺很多伤害，我们得弥补起来，扛住这部分伤害啊。只要我伤害打得够，中单玩的菜也不再怕啊。我可以秒扎克，救一下救一下，你干嘛，没有见过我的威力是吧，给你看个大宝贝啊，我这个他隐身都没用，我跟你们讲隐身我都能给他秒了，哎呦，这个不对劲，回手 Q 他不追，你说错了，你的 Q 指向是技能，你看我这不就空了吗，还有人说我 Q 指向是技能，可能是我前面 Q 太准了没有空过，导致让你产生一种错觉，我的 Q 是锁定的，其实不是的，就比如我刚才那波就空掉了，锁定一下，知道没有，太准了，你看我这个10 Q 9中，这对于没玩过木木这个英雄的这个观众来说的话，他可能就觉得这个 Q 就是指向性了，这是能理解的，我还可以秒他的，你死了，这一下我刚刚好一套秒 Q 过去 AE 推对方蓝城再 A 一下秒杀，你别说这小法有点肉啊，买水银血了，这边有人要来，等一个缘分，这波去这个地方等，我这波只渡有缘人，送他回家，他迷路了，别追我，我不想杀身啊，准备起飞，可以起飞了，我大招马上好，三先秒塞恩一个 QAE 再 A 一下，反向推不理他了啊，这波预判一下，没事，把我晕住了，往前追，想跑只能走一个，好吧，一个都不许走，被 Q 一下，刷一波五了，赶紧这波刷了回家了，对面三双水银鞋啊，真是有够尊重我们的，把他慢整一个，再来一个大半，我可以一秒五了，你看有人经常问我什么英雄适合新手，这木木就很适合，你看刷野又蛮快的对吧，又无伤，又操作又简单，看到没有，这爆炸的伤害，两个满血直接秒了，咖喱给给，你这个 E 呢，而且我教你们阿木木连招永远不会空的办法是什么呢，二先起手，二是不可能空的吧，只要他在你的范围交闪也得被你大了，知道吧，
所以这某种意义上面来讲，他跟死哥有点像，知道吧？而且打团又有空，你看我这波全都得死。大定住，隐身有用吗？推一下有用吗？自带锁定，看到没有？这二不可能空的，再 Q 一下，差点距离短了一点。蓝色，看到没有？简单吗？蓝城空不了吧？大招空不了吧？大招空不了的话，你的 Q E 也能中。五杀有了，网管来一下，还好没跟他走，跟他走要进全水了。看到没，伤害又这么高，随便 carry， 真的还在犹豫什么？赶紧买个阿木木，附送教程，在点播右上角关注啊！买英雄附送教程，我可以单刷大龙，你们信不信？这第一次来看的朋友们肯定不太相信啊，但是我确实能单刷。等我回家买个帽子，我可以单挑，不要让我暴露就行，我有法盾伴在。自己打，好吧。不需要人来帮，自己动手婚姻主使。你别把他搞下来了，哦呦，我刚打完他就过来了，那我没办法，还是以前有土龙的时候好啊，有土龙那个土龙魂的时候能转换真伤，那打得更快啊，主要是我不需要丢大血也很健康，我自己打完一个大龙快升了一级了，这大龙经验太高了，真的。这个波比刚才不打架，其实这阿卡丽不会过来的，我跟你们讲。都说了，这阿卡丽来就是来送的，可能别的英雄怕他，我不怕，隐身我也能打死你。不过我没有用啊，隐身 Q 到接个二，拜拜。对，闪现 Q 一下一个 E。我隐身我都能看到你透视眼，你的隐身对我无效啊，确实这把 Q 好像就空过一次，但你们以为这个紫汉性技能，再空一个吧，这样你们就不会觉得了，多空几个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不用空，直接 Q 压起身。你干嘛？你的锤子在干嘛？哎，这个锤子，一个三十杀完美收尾啊！直接下一把了。下一把，大家没点关注记得可以点一下啊，觉得主播玩的不错可以点波关注啊，下次想看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了啊，关注可以点一点啊，关注走一走，活到99记得可以点个关注啊。